我得先走了，小琴家里出了点事，我要去替她的班。 没事，先回去再说吧。 说什么没说？你刚才怎么说的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，我们能换个地方聊吗？去哪儿说呀？这儿为什么不行？直接说吧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跟他是在我们两个出了问题以后，我们俩有什么问题？我不觉得我们俩的问题就是问题啊。不是，咱们能不能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了，行吗？那应该怎么说呀？ 周远是吧？你好，我是彭赞。你插什么嘴啊？我们俩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啊？说吧，是不是因为他，你才决定跟我分手的？做都做了，还有什么不肯承认的呢？事实摆在面前。你非要这么想是吧？好，我满足你，就是因为他。 行，想好了是吧？想好了。行，我周远，你放开我！周远，你放开我！周远，放开我！你周远。 叫什么？彭赞，周远，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谈一谈了。林瑶跟我说了你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没准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呢。朋友？你有病吧你？啊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林颖啊，性格不好，比较拧啊，有什么话不敢说出来。 要记住了，让着他，听到没有？别欺负他，他肠胃不好，别让他吃辣的、吃冷的、吃酸的，记住了吗？啊！他花粉过敏，过敏药呢，都备着点，听到没有？ 林瑶，什么时候方便了说一声，我回去把东西取了。周远。